曹泽现在有时间没有啊？没有时间是吧？从1994年到北京，一直做服装。工厂现在就是加工厂，就是小加工厂。18号晚上着火，19号早上8点钟就接到村里面的通知，说叫你们拟把搬家，就是限制3天之内。但3天之内，说实在话，我当时就给他回复了。 3天之内，我们都不知道找的什么地方去，搬的什么地方，还比如说找房子，都很盲目的。上的损失就是说，我们目前的损失就是，休息的，就是说没有生产，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就来来回回就少的说也是几万块钱的损失吧。 当从北京出来，就是相当失落了。 也就是说，彻底离开北京了，就这种想法，就心里面是相当的那个不好受，知道吧？在一个地方生存那么久啊，习惯了，你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的。 去适应这新的环境，很多不便。我村里老来了好多租服装厂的，没有租的就别租了，已经租的请搬走，这不让干。要是有就业机会的话，要是有就业机会，咱们也不会千里迢迢上这来，然后让他们把我们赶到东奔西走的。疏解我们这种低端人口，要引进高端人口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低端人口是什么人，高端人口又属于什么人？咱们从2008年北京欢迎我们，到2018年北京驱赶我们，这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辛酸。 我叫了2万，11,300，就一个晚上。啊，就一个晚上，你说心疼不心疼啊？看看我们大老远的跟老板过来，也想着干点活，你看看。如果这个村子来了以后，如果还有什么其他政策有变动，我们就准备关门回家了。 就是我就希望当地政府能接受我们外地务工人员，因为我们就出门在外多不容易，是吧？我就是说希望这个政府呢，给我们一定的地位来做这个在外面打工有这个地位。